哈喽，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大家来的游戏流程解说方舟啊。咱们现在啊要做一个困龙房啊，现在缺点东西，我看一下啊，我需要点木头，他打木头有点慢呢，我看看他能打多少啊。我招个人吧，我看看那个甲龙身上有没有啊。甲龙在哪里？这个吧，看他身上有没有啊。我怎么又负重了？哎呀我的妈，我还能干点啥？这个给你行不行？让我动他一下就行。你有没有木头？木头1000多个，可以可以，你走吧。然后我骑上它，啊，它就能背动我了啊。木头这个给我，然后这个也得给我。然后呢，咱们继续做呗，做什么呢？做那个这个啊，墙咱们还需要多少啊？墙得24个的，你是不是给我拿走了墙？哎，没有，墙又没了，先这么做着吧啊，这样。哎呦我的，好一点。那龙啊，你能不能离我远点儿？哎，你说我要是这么建呢，没了吗？做呀，能不能跳出来呀？那个龙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试试去啊。这样，然后放吧放吧，我把这玩意收起来。OK OK， 这样这样，这样我能不能给我看看啊？反正它是能卡住，我不知道那个别的能不能卡住啊。OK， 然后呢，我身上东西有点沉，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，你干啥？然后我看看我能不能把它坑来啊？哪儿去了？哎，哦，搁那儿呢。我去，有点远呐。我把一个影钟找来啊，走，影钟能走动吧？哎，我去，什么人要打的？别打的！对对对对对，没打我，怪我事，活该。什么东西毒气的啊，他肯定是个毒气的。在哪儿呢？打他，打他。我去快跑快跑快跑快来，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，快来来来，我搁这儿呢，快来，他来我就跑，躲开。哎呀我的妈，快来快来啊，快来快来，快快快快上来快上来。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去哎呦我的妈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出来呀、啊、哎，给他干死了，有点费劲呐！你给我打死了影钟啊！影钟啊，再坚持一下，快再坚持一下啊！影钟啊，我的妈！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，坚持一下！他马上就晕了！哎呦我去，他出来了！你挺鸡贼呀你啊！你行不行？他要跑，你没事啊？我给他吃个什么东西啊？我吃个这个吧，好了吧？没问题，来吧小伙子！哎呀哎呀，我去，出去！奶奶的！快点快点，哪儿去了？在那儿过来啊。哎呀，我那个困龙房也没用上啊，这忙砸了，别瞎跑了，等会儿谁给你干死了，我把他撵回来啊。我跑好快的，你别瞎跑了呗，你干啥？你是有病，你是有病的，你是有病的。哎我去，给我震迷糊了。哎，我打不着他吗？往哪儿去了？往哪儿跑小伙子？哎，躺下，有危险呗，他要的是肉，有危险，我下去了啊！快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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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我的宝贝呀、啊，肉呢？这不够啊！肉给我，肉，快点，快点，肉！他需要多少肉？才六个腿肉啊！行吧，保护他啊！他是个毒系的，来吧！我正好有一个定位器啊！耶！哈哈哈哈，来吧，来吧，跟我走吧！哎呦我的妈！我垂怜你的美色已经很久了，你别动，别动！好，我看看，我现在给他来个定位器。OK 了，家人们，家人们，他的安住的好不好弄？那咱先回家呗。哎呀妈，困龙房也没什么鸟用啊。那咱们先回家，走，跟我走，跟我走，回去看看啊。他才50多级，等级稍微有点低啊。我看看 D O D O， 我搜一下看啊。我的鼠标，D O D O， 这玩意儿我怎么感觉有呢？哪个是他的、啊、这好几种呢。哎我怎么感觉有呢？你过来，你跟着我啊。哎，哪儿去了？搁那儿呢。哎呦那个啊，他这个暗我是看着我好几个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啊。 DODO 没有没有，看看那边有没有，我记得好像看着过那个暗。你看这有一个，给我呀。哦这个他这个得是做呀，需要珍珠和纤维1500个，我这么贵啊。这里看看有没有地油，没有，一只鸟是不是？没有的话，我找那个谁，霸王龙看看有没有。霸王龙身上整不好还真有。
霸王龙。那你兜里有没有啊？不是，这边有一个，这个你能用吗？好像不行哎，不行。DODO 这好几个呢，哪个是他的？这个也是，黑珍珠1000个，哪个是他的？谁知道啊？没有了别的。我这珍珠倒黑珍珠倒是有一点，也没那么多呀。我看看啊，这也没有，就这一种吗？珍珠这么点啊？那这也不够啊。白珍珠，纤维倒是能搞一搞。我看一下啊，大地懒那有点纤维好像。大地懒你在哪儿呢？大地懒在这，纤维给我，纤维好多啊，行，哎呦我的妈，这个给你。我看看啊，就缺珍珠了。珍珠都没有吗？你们身上？你走吧。哎，大地懒身上有没有珍珠啊？我再挨个翻啊。没有，你走吧，你走。他身上我看看啊，珍珠有没有？黑珍珠有，没用啊。他身上更不能有了。你身上有没有？哎呦我的妈，给他做个案这么费劲呢？啊，珍珠有45个，是个什么鬼呀、啊？太少了，没了吗？这个货这啥？真难做，管啥珍珠呢，都给你吧，够不够？啊，不是，别点珍珠了，珍珠差200多个呢。那我就挨个找吧，整不好哪个恐龙身上有。小新身上是没有，他身上也是没有，霸王龙身上也没有。你身上有没有珍珠啊？有点黑珍珠，走吧。他身上也没有。你身上有没有？他身上更不能有吧？不用看了，你走吧。黑身上能有点射出兽？他身上空的，你走吧。哎，他身上有，射出兽身上有没有？哎呦，你身上有没有珍珠啊？没有。这珍珠这么难搞吗？魔鬼蛙身上更不能有了，你走吧。哎呀，这么费劲吗？你身上，不是，珍珠有没有？也没有。那我这个也我得烧上啊。你过来来。哎呀，这咋整啊？需要这么多珍珠？我下来，然后呢，把他身上的金属都给我拿下了。OK， 我怎么记得那个案我见过那个哪儿啊？这个肯定是镰刀人的，还是个史诗级的。烧着，还有没？还有，我的妈，弄这么多。OK， 给你，宝宝你慢慢收吧。我看看啊，就没有吗？哎呀，这个安我见过呀，怎么就没有呢？这个安还不是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掏不上呢？这个这是皮肤吗？安不上啊，没有用这个。那谁讲？你躲开，你也躲开。你身上不能有吗？他杀老多了，没有。他身上有，那咋整啊？珍珠的话，珍珠上哪儿搞那么多呀？哇，这个有点太为难人了。这个是这个吗？差100多一点。那怎么办呢？还有没有咱们没招过的？这个没有了，我所有的都搁这儿呢。他身上能有啊？他身上也没有。哎呀，那咋整啊？那我们俩去一趟刚才那个地方，大地懒身上也……我看看，最后传送的地方，咱们看看有没有。那个是蓝图啊，原来是蓝图。咱们刚才是搁这儿传过来的。我看看这儿有没有那个大地懒的啊？不是那个聚合离的安呐、啊？不是聚合离的窝？这看不清啊，除非发现聚合离，你看不出来啊。咋能没有呢？有没有聚合离的窝呀、啊？帮我搞一搞。这边就是发现聚合离的地，没有了。我再碰碰运气啊，我再往那走点看看。干嘛？干嘛嘛？没有聚合离。我再往前点看看。哎，我去的！这来飞，不是吗？聚合离的窝、啊，不是啊，石头。像这样的地方，湖一般应该是有啊，聚合离的窝。这玩意儿就得碰运气了。当时没有哎。真讨厌，真是！这怎么这么多螃蟹怪呀、啊？没有，没看着啊！巨蟹怪，我的妈呀！没有，这么浅的地方还没有，我孤陋寡闻了。这样的地方应该正常有。哎我去 ，BOSS 出来了，啥玩意儿？没有。那你说用那个霸王龙把他们都给杀了，看能不能掉啊？也只能这样了。